如果你的手机掉落在地上，相信心中都会揪一下，生怕呢手机因此被摔坏了，入场维修费几百块到上千块的都有可能。不过呢，苹果公司的 iPhone 7或许能解决摔坏的问题。国际经济时报报道，美国专利及商标局已发出一项专利给苹果公司，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呢，下一代 iPhone 会植入防止手机摔坏的保护系统。这个保护系统包含了传感器、加速剂、磁力剂、保护壳等装置，在手机自由下坠时马上计算出需要做的调整，凌空改变手机的中心，避免落地时碰撞到敏感零件。有了这个保护系统呢，以后如果摔落手机，你会稍微安心吗？当然，如果从几十层楼高的地方掉落，相信连可以丢狗的 Nokia 3310也会坏吧。